他这个转职，等一下，他这也太正了吧！我今天是不是输了？好，各位应该是有听过、有看过这个游戏。跟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款游戏呢，就是《鱼之歌》。现在有出新职业在我上面，我把道长的这个下巴遮住，怎么样？这位置可以吗？啊，就是鱼之歌他最近出了一个新的职业，就是我被道长抱进怀里的这个道长啦，我现在被他包围，我觉得很温暖。好，然后呢，道长我之前有模仿，我在粉丝专页有穿那个道长的衣服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还蛮特别的。实况的福利码呢，各位，我这边现在这时间你们才有的 FAN916。 然后你们要怎么兑换这个916呢？进入游戏之后点击主页面的福利，然后选择兑换码，就可以兑换这个福利码了。好啦，这款游戏呢就是云之歌，我现在跟大家介绍，稍微介绍一下这款游戏。现在是八点，我们现在八点，刚开始，刚刚八点，八点会有一些小活动，就是那个是时间限制的。它这个八点的时候，它有一些活动啊，例如说，有一些吃鸡战场，看一下这上面是不是有三排？这第三排这边就刚刚就有跳出来这个吃鸡的。时间是八点到八点二十，所以你只有20分钟，我们来去玩一下，好，把握这个时间。这是整个战斗的画面，看我，不可能呢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我还没转职。先走，又死啦！走了，哈哈，对，吃鸡好像有点危险啊。反正我就要跟你们说一下啦，就是这个八点的时间呢，它不只有这个吃鸡啊，它还有一些什么钓鱼啊，什么温泉问答、地宫探险、一对一对决等等之类的。给你们看一下整个游戏的画面，我走一下给你们看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一个这个飞跃，我会飞，我跟你们讲。有没有？哇，我在飞，好爽！有没有很屌？是不是很屌？对，我会轻功哎，对，上面还蛮多东西可以让你去玩的。就是像一般游戏可能就是让你练练功打打副本，可是它这个还蛮多元化的，所以你不只是就是练功打副本等等的，它还有一些可以告诉你的啊。它这个转职，等一下，这也太正了吧！看我今天是不是输了？刚才也太正了吧！我一定要转道长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现在在道长的怀里，我必须转他。可是，琉璃好正，好正！好吧，我现在转职给你们看哦。他还有这个技能的预览，确认转职，有了。看我长得好帅，跟完蛋了，我会爱上我自己。而且，等一下，重点是他的胸肌是怎样长到这个地方？哎，道长胸肌长到这里，跟我恋爱了，完蛋了，我直接恋爱。我等一下，
我连婚也不结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那个谁，好吧，我的管理员，我婚也不结了啦，我已经爱上我自己了。向您求婚，您是否愿意与其结为伴侣，共生死同甘苦，相亲相爱白头偕老不离。先试试看啦，哇靠！等一下，我喜帖都还没看清楚呢。喜结良缘，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长按两秒，哎呦，还盖手印哎！哦，长按两秒就是盖手印，可以可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一下我的娘子是在哪呢？娘子你在哪儿？我连你的脸我都没看过啊！在这在，哇靠，你怎么那么小只啊？兄弟，兄弟，哇，我娘子这么小啊！原来是我是萝莉控。FBI open up！ 无限 boss， 感觉可以搞一下哦。两百等的。哦，对啊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肚子饿了。我手机放下来，我还可以这样打怪，哎，是不是很爽？啊！我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完了，220等，怎么一直过去啊？哎，奇怪。什么啊？直接无视于我哎、欸！逃跑的怪物也太多了吧！又进去啦！呀，这个这好像没有办法，我一定要变强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这个《云之歌》这款游戏。那喜欢的话呢，这个下载连结有在这个上面哦，可以选择这个道长最新的职业。实况里帮马也在上面 ，FAN916。FAN916